迪士尼新电影《寻龙传说》来了，赵丽颖化身最帅女战士拉雅，亲情献身迪士尼酷飒女主，罗幕眼神杀，全是坚毅内心，超飒披风完美融入画风，这个画风太飒了，动漫女主拉雅的飒爽气质，仔细一想和丽颖也很贴切，想必这样的契合度也能给大家带来惊喜。赵丽颖也是第一次为动画片配音，演绎这个英勇无畏的战士，真的也算是一个大挑战。故事讲述了在 Commando 王国，一个古代文明的新概念领域，五个部落组成了这片龙之乡，一股邪恶力量威胁到王国，女主角拉雅和可爱又庞大的宠物 Tuk Tuk 必须离开家乡，寻找最后一条龙，一起阻止反派朱恩。这个角色契合度，小布表示我可以。之前的有匪中，丽颖的女侠形象也是让小布印象深刻呢。这一次也期待新惊喜，奥斯卡班底打造的全新电影，赵丽颖为女主拉雅的配音是新惊喜，也是新挑战，走出舒适区，不断突破自己。赵演员加油！最后，感谢您的阅读。如果觉得本篇文章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和收藏哦。